相亲对象把我从公园带回了家，暖心的给我煮了碗方便面，就回屋睡觉。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，等等，醒醒！你干啥呀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不是你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打我干啥呀？不是你刚才叫的我吗？我有吗？我一直在这睡觉啊。哦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这啥动静啊？画面太吓人了，然后我就出来了。你恐怖片晚上？我有点害怕，你能陪我看一会儿吗？这不就是小学生侦探吗？这就是你说的恐怖片呀？他胆子可真小。那你从看了多少集啊？也就1000多集吧，学点东西，万一以后遇到渣男了也能用得上。你说对吧？对，你说这太对了。那你是渣男吗？我怎么能是呢？我不是。你紧张什么？就算你是渣男，我也不能，对吧？这是要把我嘎了的意思。你喜欢看吗？啊，喜欢，我这太喜欢了。这集柯南还真挺吓人的。Much much later。他怎么睡在这了？啊！我的腰。